绿头发的卡洛琳。那本书要去找巫师。哎，镇长怎么了吗？哦，他要看海伦的生日。哎，镇长居然会在意别人的生日，我没有记错吧，镇长？哇，他管理这个村庄已经这么多年了，超过那么多年，求助启事。OK。而海伦不知道海伦在哪里，紫色头发的吧？先找巫师哦。巫师在哪里？巫师的塔。巫师住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巫师塔。废话，他要准备礼物，又不像你送个纤维。哎、欸，纤维很贵，好不好？地上要捡不到哎、欸。闲。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小朋友？有点难闻。为什么锁住了？我记得是没有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们为什么来这边？哦，这个人他拥有钥匙，我想这个人拥有钥匙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生锈的钥匙，哦 ，fall out 掉在他把它放在他的背包里面，还是掉在他的背包 ？fall out of his pocket 掉他的口袋里面。他曾经开过这个门，所以他是想要去拿这个人的钥匙来开这个门，是不是？这边还喷汁哎，你确定没问题吗？怎么了？哎呦，小朋友，大哥哥，有东西靠近我了。表情那么硬就不害怕？表情什么东西啦？没有什么东西，小朋友不要害怕，哥哥帮你看看。大哥哥被吃掉了。是什么东西？莫名其妙啊！莫名其妙啊！哦，这巫师塔，巫师塔。啊？这是巫师塔？魔术师吧？用一只猪来拉 ？Burger。生存。哦，加100多哎。情人节不是这里啊，那只是江湖骗子而已吧，应该是这里啊。哦，伙伴，在周末我会把我的作业推倒，看来我会把这边推到另外一个深夜。什么作业？把作业都解决掉吧。什么推倒？搞什么鬼啊？把你推倒差不多，屋里满满了。有没有垃圾可以丢？没有。巴迪巴迪巴，神秘的老巫师 Wizard， 哦 ，Come here， 过来。我是 Rabbitson。这是我的名字，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有东西想跟你说，就是这里是巫师塔，我们有七个元素的主人，只要掌管它，你就可以控制这个世界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想学吗？我手中这5本书可以教你。一本只要1.5块，
有兴趣的话，任君挑选哦。喂 ，Behind， 哎，注意，怎么了吗？哎呦，真的施法嘞！哇，监禁，他怎么监禁这个史莱姆呢？说这个东西会跟他讲话，太骗笑了吧？你这是魔术是不是 ？Magic， 还真的有巫师。所以他说这是在那个村庄的交流中心里面的那个怪物，也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他现在是要教我怎么去收服他们吗 ？Unknown， 未知的笑声哦。哦，未知的卷轴啦，不是笑声啦。哇哇，大哥，驾鹤归西！哦哦，果然是真的。大师，教我怎么做吧。这个语言，哦，他在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在交流会堂那个语言呢，就是什么？那是精灵的语言嘛。好像就是要告诉我说这语言要怎么学啦，然后无为不为啦，然后卷轴里面有很多法术啦，然后要我花钱去学啦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要拿一大笔钱，就一大笔材料给他，好，然后他就把拿去卖掉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你抽到很棒的材料了，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炼材就对了，搅拌搅拌，啊哈，过来。怎么大家都叫我过来过去啊？哦 ，Baby Frog， 他就是加入了一些什么 Baby 的不知道什么鬼，然后下面过指甲啦、有的无的物件啦，哦，就是下面过高塞哦，加在一起，哦，就是一类似像那个古代巫师在加入了参入一些奇幻元素在里面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还要我喝，不是吧，大哥，这个不好啊，我这个不是蛮荒纪元，你要我喝，好不好？你那边加高赛，你看那表情，如此的淫秽，对不对？就怕你没好没要交会，将会演唱会门票，开始变得如此淫秽。Baby 的小是什么东西？哇，那这要喝哦。阿林斯，不要了，阿林斯，假喝鬼西，哎，啊，有了，出现了，奇幻的文字，哇，好多，一棵树，我看见了两棵树，三棵树，啊，四棵树，哎，没有四棵树，哎，有四棵树出来了，啊，五棵树。啊，六棵树，七棵树，八棵树，有没有八棵树？哦，没有，哦，只有七棵，最不太多了啊，七大元素。哦，所以七大元素就指的是树的意思啊。OK， 我还以为是什么元素，什么风火地雷水啊，什么鬼的，被耍了嘛？来这边被耍了嘛？真的是。黄宝石。都捡不到，气死！啊，有了！屁屁会不会痛痛的？有一点呢，哦，有一点撕裂伤，淡薄啊，疼痛啊，淡薄的疼痛，已经失去了童真了，有没有那么严重啊？其他元素，聪明老，什么森林老？哦，好了，我们大家有空来过去看卷轴吧。哦，我们明天再看吧。好，先买三葵防风草，哎，大尾如曼，我，哦，还一大堆防风草，刃头鱼、鲤鱼，反正不管什么鱼都卖一卖。然后我们再把树砍一砍。好，把体力耗完之后就差不多了。OK， 晚安，差不多啦，拜拜。
砍完就要休息啦。OK， 这周可以连线啊，这个游戏周可以连线，好吧？哇，二等农场可以盖石头的墙壁啦，还有一堆奇怪的道具。哦呦，钓鱼也升级了，哎呦，砍树也升级了。多少钱？1500元。哦，1943啊，可以升级啦。好啦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就明天见喽。OK， 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。法师塔，然后魔法师跟我们讲说，其实呢，星露谷有这个七大元素。我反正说七大元素是不是七种不一样的属性？哦，感谢我们的 Shadow 3027。干爹，感谢订阅。哦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那这样的意思是它是有什么东西嘛？不然七大元素代表什么意思？哦，结果后来七大元素真的是七棵树啊，对不对？就我就被摆了一道，我还本来以为是什么火风水雷啊，像什么地啊、生死光白之类的那种东西，哦，蛮中二的，就只是七棵树。所以我觉得游戏中应该跟这七棵树有蛮大的关联性吧。生日生鱼入火口，其实你30岁吗？没有啦，我哪有30岁啊？不要乱讲话，我还年轻，好不好？我还有大半的好美好日子等着要过呢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现在的话，今天我要先设定一个目标啦，不然的话，不知道目标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不知道干嘛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到夏天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信，又有新的信来了。嗯，他说33叫我欧尼啊，欧尼酱啊，欧尼酱 ，Ohayo desu ka？ 哦 ，How are you doing, sweet？ 啊，就是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，亲那个亲爱的亲爱的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，亲爱的？我在工作场上听到就是亲，我后面有一位那个就是。绑了头发的男人呢，现在有点一脸尴尬的把头抱在桌子上面啊！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亲爱的！哎呀，真的好好笑啊！团体生活就是那么好笑啊！就是他就说没有，他意思是说那个啦，就是俗语，就是英文俗语的一些东西。他说我现在很想你，想你很久了，就是。希望你在农场的生活呢，反正是过得很不错了。哦，爱你的妈妈。哦，原来是妈妈寄信给他，不是女朋友啊。哦，他就说，我寄了你最爱的饼干给你。哇，曲奇。哦，获得了曲奇，原来很有嚼劲啊。妈妈做的饼干最好吃，是不是？雪妹吗？跟苏卡很像。没有啦，其实老皮在工作上就是会有时候开他们玩笑，因为就是会借他们的一些疮疤、啊、什么的。没办法，就是跟老坏相处久了，嘴巴都会变贱。他杂草会不会再生啊？因为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没有弄的话，杂草都生出来了，还蛮麻烦的。哦、然后早上9点的时候呢，我要带着这个铜矿啊、哦。昨天观众朋友跟我讲说，先生啊、这个水壶是比较好的。那我铜矿现在有10个嘛，哦、所以10个铜矿，5个铜矿加2000块可以升级一个工具。所以我们今天先升水壶，然后看看有办法把其他的工具先升上来。好，我们来去逛逛，好，来去逛逛村庄，好，看看今天有什么事件。原本昨天是一个女生的生日，可是刚好生日，好像没找到她，好像叫海伦娜吧，海伦娜的生日。哎、欸，啊，木头、种子，哇，风物啊，这个金球一粒粒，我要去开金球，我来去找师傅开示一下金球了。可以偷偷踢老板屁股的工作室也只有老皮工作室，就是你不要，你私底下偷偷摸我屁股就算了，你还这样大声讲出来，苏卡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会误会，说我们这边是什么大银窟啊什么的。看一下啊，今天谁生日？安安今天啊没人生日啊，结果哦海莉啊，海莉的生日过了，我找不到海莉住哪里耶、欸？寻求优质的种子，哇！这个任务好像也是杀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感谢干爹 KO88201， 谢订阅，感谢干爹。嗯，请越快越好。他说
hurrying, rubbing on my sonos. 可是我要去哪里找他？九十G。哇！可是我还要帮他找哎、欸，我去哪里找？剩下一天而已啊。算了，无谓的放生，我就直接放生他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找铁匠。铁匠的话在这边。上次被雪鹿拔铁拔线那一个没有啦。海力抓小太阳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梗吗？我好像有点脱节了。海力抓小太阳，鼻子酸痛，鼻子酸痛，那他怎么救他、啊？救不了他吧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五个铜矿，哎 ，OK， 这应该可以剩一下。Yes， 哇，感谢你，小伙子。啊，我已经帮你这个把工具升级好了，它很深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还好几天哦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嘿、欸，他说他要过几天之后才可以帮我做好、欸，哎，哇，结果这几天没有水的话，那我草莓，我花了快要2000块的草莓，不就全部死光光了？哎、欸，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在工作，直到你这个水的，铜的水壶做好啊，我想，今天应该是没办法了。还好 ，Holy God 仔啊 ，Holy God 仔，我刚才浇过水了，不然都死光光了。哇，两天，不是吧？草莓会死掉大哥，草莓会死掉有没有搞错、懂那一下好了，我有拿了一个红宝石。耶、不是啦，两天都哭死了啦。不是啊，你还我，要不然你先还我嘛。我还在工作中啊。我还在工作，不是啦，你哦，2000块喷掉了，2000块喷掉了。好，嘲讽音乐啊。你喷掉好2000块，去海边。有人说热桶也可以捡哦。有干爹订阅了，感谢我们的 Ben 1955689，谢谢订阅，感谢。哇，太惨了吧！草莓族问号。我想要300个木头才有办法修理这座桥。300个木头，可是这要怎么修理？身上带300个木头吗？哇，这边很多玄机哦！发现它其实这游戏里面还蛮多玄机。哎呦，乱冲出来，这女的吗？不是男的，他说我的小孩，哦，我刚来到这个小镇，我还是一个忧郁系男子，忧郁系男子，好吧，我们来去捡垃圾拾荒一下好了，不止2000块，连草莓的获利都没啊，对吼，加上时间机会成本。扣除掉人事成本与通货膨胀价值之后呢，除上要缴的税率哦，还有这个运费、交通费相关一切手续那个费用之后呢，折合下来我大概已经亏损了。有个在座观众有没有是经济系的，还是财经系的？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到底亏损多少？假设一个草莓买它是100块，种子100块。然后浇水是要天然的嘛，不需要花费那个钱，但是它的获利这样加加减减之后会是多少呢？经济学87000是不是？87，我觉得你们只是想打87吧？哎，那刚才我昨天有去那个啊，这边有7颗星星哦，可是有办法跟他们交流吗？好像没办法。4500差不多，这么多，87万不能再少了，87万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有地质系的，所以你是沿海人吗？嗨又不见，看得懂了看得懂了原本真的看不懂奖励是什么东西？桥的修理，可以把桥修好，好、有不同的按钮，它这边有很多 bundle 啦，有夏日 bundle 就是包裹，然后有冬天的包裹，春夏秋冬嘛。
哦，所以我只要把这四项东西抽进去的话，它就会有奖励出现。哦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哦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好，木头，然后有这个应该算是秋天的啦。哦，这是秋天的意思。好吧，夏日包裹它需要有这个防风草啦。哦，然后这个水仙花，哦，这个应该不知道什么萝卜，还有一个向日葵吧，找看看好了。皮懂啊，真的会懂啊，就是路边的果子，把它摘一摘，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去，就会拿到那个奖励了。碎碎碎碎碎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